场所有长官贵宾以及所有的媒体朋友们，大家上午好。今天呢，非常感谢大家呢，今天百忙之中莅临高雄市政府劳工局博爱职业技能训练中心所举办的深爱逐梦创意市集。那么呢，这是我们中心首度举办的市集活动哦。那么呢，我们博爱职业技能训练中心呢，是全台第一间专职办理身心障碍者的职业技能训练中心哦。目前呢，已经培训上千名的学员。那么呢，我们今年的市集啊，总共呢会举办5场哦。所以呢，今天呢是我们的第一场哦。那么我们要透过市集活动的形式呢，在现场呢，总共呢邀请到35摊的美食以及文创手作的摊位哦，来让呢我们的学员们可以运用他们的优秀的技能哦，发挥了一掌成才。接下来呢，我们现场也邀请到呢我们身心障碍者的表演团队以及新住民的朋友来这边演出哦。同时呢，我们要呼应啊我们劳动节的主题哦，推出呢适合亲子的小小职人体验，让小朋友们呢可以呢来体验职业的乐趣。同时呢，我们也邀请到呢盲人协进会呢为辛苦的劳动者的朋友们呢来肩颈舒压按摩一下哦。邀请我们高雄市政府劳工局陈时威副局长为我们上台，来跟我们现场的现场的朋友们一起来说几句话，掌声邀请。好，今天关心我们身障团体还有弱势团体，我们的几位议员，包含我们博洋议员，我们乐鲁议员，个包含季姐，我们会议长的助理哈。甲迄个惠文阿姐的助理吼，我们的丁助理，以及咱今仔所有的社团的理事长，咱的其他的迄个关心咱吼身障团体的所有的好朋友，咱的贵宾，大家好。之前咧先甲大家道歉吼，因为今日吼局长身体为恙啦，吼身体有一点状况吼，所以叫我来主持这场的活动吼，要感谢咱所有的这个社团，啊，甲咱的议员吼，来参与这场的这个活动吼。啊，咱的博讯中心吼，对过去办资讯中资讯吼，办到即满吼，目前大概已经超过2000多个身障团体吼，那来参与我们的职业训练，所以大概阮的就业率大概有70%啦吼，其中30%吼，有咱身障朋友咧敢欢迎讲吼。其实吼，我食头路较无兴趣，但是我最爱做这物件。这物件咱到底要安怎吼，让它可以行销出去吼？我咧想，我就咧想讲，那有没有可能摆市集的方式吼，那来帮忙吼，咱的身障朋友。当然，伫一般外口吼，你若要去摆市集吼，有收费啊吼，可能一摊大概都要几千块，尤其啊地点较好的吼，可能都还不一定抢得到了吼。所以今年度吼，阮博讯中心家里咧想讲好，既然吼，咱为身障朋友有做出家己的足好的物件，那我们来帮忙行销。所以今年咱第一场吼，就以创意市集的方式，这个是我们今年的吼第一场的活动吼。那先试看看吼，外口市场的状况安怎？假设也足好，我们后面大概还有4场吼，会继续来办理啦吼。希望讲咱今日来的所有好朋友，一定要来支持他们，多多来鼓励他们。上重要嘛，要以实际的行动吼来支持他们啦吼。我相信这些产品吼，甲外口来比吼，品质吼，咱的食品的卫生也好，拢无输外口啦吼。所以足期待讲，今日咱来所有好朋友，不管咱社区这社团的议员也好，咱的里长也好，吼，加减啊吼，来甲斗宣传一下啦，因为过去吼，咱的身障社团，我以 PU 工厂的方式来帮忙因，但是吼，咱真侪已经学到这技能，来当做足侪物件出来啊，要安怎帮忙因吼？因都吼对食头较无兴趣，对创造这一些新的东西较有兴趣，所以阮希望讲用安尼方式吼来帮忙因。那劳工局吼能帮忙他们，就是用这样的社团的方式来协助他们，嘛希望讲未来这样的一个社摊方式，我们是可以用比较长期性、持续性的来帮忙的啦吼。今天是第一场的活动吼，希望讲我们第一场活动吼，可以就打响我们的知名度，未来我咧办吼，佫更加有信心啦吼。所以，希望说咱有，希望咱所有的社团，咱的工会
哦，啊，咱的所有的这些好朋友哈、哦，利用哦你的实际行动来帮忙他们，让他们可以哈、哦、有更好的哦成绩，有更好的成果。啊，包括咱里地哈，我们抗疫场也来了哈、哦，是不是？那个高将军，感谢你哈、哦，感谢咱的里地哈，亲自来参与我们这一场的活动哈、哦。好，啊，我今日就到这哈，甲、哦、大家迄、那个。所以感谢啦吼，啊，因为咱后壁遮阁有真侪贵宾吼，要亲自上台来甲鼓励，来甲致辞吼。最后，以上咱今日大会吼圆满成功吼，活动圆满成功，啊，大家未来吼拢会当身体健康，万事如意，谢谢。我们是不是也邀请郑梦如议员，还有张柏阳一起，张柏阳议员、曾俊杰副议长，我们一起上台来给大家鼓励一下哈。首先，谢谢我们主办单位刚刚上台演讲，主办单位办得这么好。我们也谢谢现场的贵宾，我们大高雄总工会我们的林理事长，还有现场所有的贵宾关心，惠文议员的团队也有来哈，要一起上来哈。我们其他议员的团队，谢谢办得这么好的活动。我等一下想要一摊一摊的去看一下哈，看起来就是很吸引人哦，看起来哈、哦、那个钱哦。全部掏出来买一下，好像很不甘愿的样子哦，所以助理去准备钱哦。我身上一毛钱都没有啊、哦，但是真的很吸引人哦，谢谢。我觉得让我们大开眼界，那我们也希望借由这样的今天这样的活动，让他们都在我们社会上，在高雄能够发光发亮。这是今天主办单位最想要达成的目的嘛，所以等一下我们大家多多去捧场，有机会的时候也可以邀请他们到我们议会来办一场啊，议会的广场也很大，也可以来办一场，怎么样？好，来讨论一下，对不对？找一个秋高气爽的时候，我们在议会的广场来办一下，我觉得可能也会不错哈。那祝福今天的活动圆满成功，祝福大家的创业都能够顺利，能够发大财，谢谢大家，谢谢，谢谢。好，谢谢议长。一碗卤牛，一道一股一两股，安尼好不好？好。一姑娘哈，全高雄最会吃、最懂玩、最懂行销的议员，今天台上就站了三个。好，然后团队，我们陈慧文团队、曾副议长团队也在这边，所以今天活动一定圆满成功，谢谢大家。我刚刚已经请助理好去车上帮我拿钱包了，所以等一下好，我们一定会给大家就是更大的支持，那祝福大家今天活动顺利，谢谢。在这边代表慧文议员祝福此次活动顺利成功，谢谢。代表副议长曾俊杰哈，祝大家好，今天吃得开心，玩得开心，那参加哈是荷包赚满满，谢谢。好，谢谢。那3、2、1，好，有请我们请插入这个手举牌，深爱逐梦创意市集，深植人心，有爱同行。看着我们的创意市集齿轮呢，在各位掌握贵宾的支持下持续的转动，也象征我们今年度市集能在大家的帮助之下持续不断运行，展现我们博讯中心学院的精彩活力。太好了，太好了！相信就是劳工局有这样的一个平台，让我们新增的朋友有这样的发挥空间，那我们一定会大力支持。谢谢，谢谢。謝謝对，都可以刻字化，你要有什么样的刻字？就现场都可以雷刻的，马上可以雷刻。对，那我们下一刻，你要怎么样雷刻都可以。天哪、啊，我要定做一个时间到了，没问题。赶快定该的出来就好了，然后到一个讲慢一点，张柏阳。啊，讲慢一点，讲慢一点。再给我两分钟，真的。议长，我们这边下一摊哦，也是可以来当我们的老师哎，来教一些，来教一些。教你音乐，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用
生花系列，它是哦，现好流行有生花，对，它刚好属于高价单高一点点的哈，但是哈可以协助好同学哈投入那个创作的领域，非常的好，我们现在就是已经在这个上面了，就可以买个花送给妈妈。学员自己研发出来的，在网络上非常非常的热卖，这样。我们在网络店，他会看到。这边是他的，他的，他是做这个，这边都是这边。对。我们来看那边的。看得到吗？好，谢谢。可以了吗？这边是这些朋友们，这样。可以了吗？下一个。要止血中抽签开始到中央艺术学院，我们委办的单位也是属于这是啊，当地的这是真的、哦，真的植物，植物摇椅，植物摇椅，对对对，对，是植栽艺术条，对，它是可以挂起来的，嗯对。看了，它自己也是，它是直接泡在水里面，然后它就是保湿，哦这样就够了就对了，不用另外浇。爸爸，对，他没有痕，他没有痕，他是直接就是挂，就是要拍球。我们蔡老师的这个单位哈，在不管在博讯哦，还是其他政府单位，这个也是我们现在在推的玻璃切割，对，这个玻璃切割，那这是我们切的地方装置，然后做海龟，谢谢大家，海龟，对，这里面的一个底，好，然后把。大家好，我们是来自台南新凤母茶叶有限公司，那这是我们公司的产品，我们在这边呢主力是主推的是我们的冷泡茶。那我们的冷泡茶差别跟外界的冷泡茶差别在于我们的浸泡时间只要30分钟，好，那只要你有冷水的话，那我们把茶包放进去稍微摇晃一下，30分钟后就可以喝到冰冰凉凉。泡茶，那像现在炎炎夏日的话，我们都会比较需要补充水分。好，那其实喝冷泡茶唯一的好处就是它的咖啡含量也很少，然后又不会苦涩，所以大人小孩包含老人都是可以喝的。然后我们的冷泡茶呢，目前呢、会有7种口味，我们已经有研发到7种口味。那这7种口味呢，都是非常独立的一个口味。那包含像我手上的这一个，也是我们。好的，跟我们今天现场所有长官贵宾以及所有的朋友们，那么呢，我们待会活动呢，即将在3分钟之后就要开始了。再度邀请我们今天现场的所有的长官以及所有的朋友们，可以先行入座喽。非常好的。那当然呢，除了冷泡茶以外，我们都还有世界茶，包含世界的红茶，像我们的台湾的红绿红茶，然后萨姆红茶跟锡兰，或是像日式绿茶，那这些世界茶的部分呢，在夏天的话，其实要冷泡热泡都是 OK 的，那口感也都是蛮好的。那冷泡茶在我们再跟你介绍一下冷泡茶的部分啊，因为像我们公司以冷泡茶，我们在各个平台通路其实都是可以买得到的，好，包含说我们上虾皮直接搜索新凤母茶叶，好，或者是在我们的官网啊，我们都会有一系列的活动。对，那在夏天的话，也是请大家能够多多的喝冷泡茶，保持好身材，谢谢。好，这样可以了。好，谢谢。有点吃穷。不会啊，很好。